凉，风又信啊，今晚月啊色无边，等我再思山脚下，共各位话下多各位好，多谢各位晚安，非常感激各位，又是将红馆坐到满晒，我好高兴喺呢度，各位睇到我冇穿冇烂，咩事都冇，多谢各位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各位好。各位好，多謝你。呢一排咧，其實對我嚟講係好好嘅，因為我無論去到邊度咧，個人見到我都話：阿叔，身體健康啊！哇，見親個個都咁樣同我講。我諗有咁多人同我講身體健康，我想身體唔健康都好難。所以非常多謝，同時亦都再一次衷心咁祝各位身體健康。我成日覺得我能夠嚟到香港生活咗咁多年，係好好運嘅一件事。香港人真係對我非常之好。咁多年來都好錫我，將我啲作品，無論係文嘅或者不文嘅都接受，而且比分比得好似好鬆。明明不是幾合格的，都好像很鬆手咁。呢樣嘢係我衷心感激各位嘅。諗起上嚟，亦都好耐冇喺呢度同各位見面啦。係，你好你好，身體健康啊！我希望今晚大家放鬆啲，中意開心笑呵都可以噶。你如果真的喜歡噓就不要緊，現在你想不想試一下噓一聲？那就噓親我就下台了、我未曾開這個演唱會之前呢，我本來是寫了一封很長的信，是講我心裡面感激大家的說話，一路寫一路寫、真的一放不能收，寫完之後寫十幾張紙，我一看我閉怎麼讀這封信，如果由開始現在讀呢，我想讀完呢都要散場了，後來就決定不讀這封信，因為大家都習慣了我一向是想到那句話說出來大家都沒什麼所謂，都挺喜歡的，那我就決定不讀這封信。我今晚所說所有每一句話都是發自我心底的，我自己這個人有乜嘢好處都冇，有樣嘢咧就我好知衰嘅。我明知各位買飛嚟都唔係想聽我唱歌噶啦，係嘛？喂，你真係幾坦白嘅喎，話噓就噓，係嘛？唔通真係一個冇一個人係為想聽我唱歌嚟買飛嘅咩？嚇、有，多謝你。有不過少啲啊，好。如果是想聽我唱歌的，你聽聽小成點先。阿姐都不少喎、，OK 喎、嚇、哇！你令我好鋸啊，唉，非常鋸。你真的想聽我唱歌？我頭先唱了四句男音噶啦喎，嚇、唔夠邊個嚟啊？唔夠邊個嚟？唔夠白區榮啊！梗係唔夠白區榮啦，不過我想請佢嚟，佢話喺上高好唔得閒喎，同阿薛覺先打緊麻雀喎，係啦，咁啊，
咁我男音系梗系唔够白居荣啦，我学白居荣噶嘛，点会救佢嚟啊？佢系我师傅嚟，佢个女都系我师傅啊！我搵日唱只《帝女花》俾你听，吓到你咧，即刻去厕所小便，好嘛？真系要听我唱歌，我啊冇乜几多只歌嘅啦，老老实实啦，即系一两曲啊走天涯嘅。不过既然你哋真系吓喺啲咁嘅经济环境，都買飛嚟捧場，都唱只俾你聽啊，係嘛？你估平啊呢啲飛，係嘛？好，證明都仲中氣 OK 哦，嚇、啊！嗱，今晚咧，好開心，因為幾個月前我仲睇下嗰啲香港人，好似個個都有些少愁眉苦面咁樣，到最近呢排咧。我見到啲香港人好似係多翻啲笑容，嚇、啊、面上面多咗啲光彩噃，又好似啲神情都堅定翻咁喎，好似有啲信心，有啲似我初嚟，嚟咗冇幾耐，60年代嘅時候見到嘅香港人嗰種面上嗰種神色一樣，即係證明香港人唔怕嘅，話知你咩瘟疫啊，我哋捱得過嘅，一定有能力衝破。還難關的，咁今晚見到各位咧，我更加開心，因為咧，我領悟到原來香港人另外有個特質咧，喺各位身上體現到，就係樂觀啊！你哋永遠識得如何苦中作樂噶。話知佢嚇、啊、星期六要見啲領導人述職啦，我哋喺度 happy 啊嘛，係嘛嚇幾開心，而且今晚啊～是一個老老實實，真係紅館開咗咁耐都未有嘅機會，因為我哋有全香港最優秀嘅中西樂夾埋一齊。嗱，先講我慣玩嘅西樂，我係呢次破曬天荒請到我老朋友同我一齊玩音樂，玩咗大大話話30-40年嘅 Romy Diaz 同我哋做西樂嘅。音樂總監戴樂文先生 ，Mr. Romy Diaz， 我哋自細一齊咧，佢玩個吉他，我就吹口琴，咁啊我就呃飯食，佢就用真功夫嚟到係揾食嘅，同埋全香港至好嘅西樂團完全喺曬度啦。另外，全香港四個唱合唱最好嘅希哥阿劉慶。Jackie 同阿 May 喺曬度，嗱西樂已經非常之好嘢，中樂團咧就真係全世界最好嘅中樂團啦。點解會咁好呢？一來係因為佢有個非常之叻嘅指揮，我哋國家一級指揮嚴惠昌大師。多謝你，我哋非常之榮幸。香港有你，咁呢隊中樂團咧，所有啲80個樂手咧非常優秀嘅，咁啊有史以來咧，紅館係未試過有咁盛大嘅陣容，大大話話唔係吹牛，你數下人頭啊，有近幾乎100個人嘅。好啦，而家就請嚴惠昌大師為我哋指揮一段十。變埋伏的選段，嚴先生，香港中樂團。
Francis。嗨，詹叔你好。真係好耐冇聽呢只歌啦。係啊，今天不回家。係啊，喂，多謝你 Francis。唔好咁客氣啦，你話叫到啊，一定嚟啦，係咪？多謝你先。有少少傷風都嚟啦，有啲 sexy 聲唔緊要啦。你不嬲都 sexy， 你今晚件衫就夠 sexy 啦。哎呀，餓咗五日先著得落㗎啦。哇！咁犀利啊！你餓就得啊！咁啊，修身嗰啲冚唪唥都冇生意噶咯喎。唔係，我唔係修得咁緊要嘛，係咪啊？不過講開又講開，詹叔，我咧最近咧都成日聽到好多人講咧話，香港咧似乎九七之後咧，似乎樣樣都好唔掂，反而咧上海樣樣都好掂，啲人成日中意去上海玩啦，又話上海發展機會多啦，甚至乎話上海就嚟有機會啊追過香港喎。喂，咁？Francis， 上海不嬲都叻過香港㗎啦，嗰陣時係啊，全中國十里洋場指揮佢㗎嘛，係嘛？你年紀大過我少少，你清楚啲。我都冇去過嗰陣時嘅上海，不過睇書咁話啊嘛。啊 ，OK。但係你有冇最近去過上海啊？有兩三年冇去過啦。我啊，啱啱去完翻嚟啫。係啊。啊，我覺得咧，香港人不妨多去上海啊，因為你越去上海多一次咧，你就越自豪㗎啦。我去到。一行出街，哈！飲茶，港式飲茶，唔係一間喎，間間都港式飲茶喎。真係嘅。係咯，咁啊，然後入到去，哈！發覺酒店啲 service 就真係幾好喎。問下你而家，你們的服務都很好啊。他說：是啊，香港人管你的，香港人管你噶，咁咪好 happy 咯。係係。咁你話咩地方好咧 ？shopping 啊。係新天地威啦，哇！啲嘢好貴添。咁啊諗下，喂，羅康瑞搞嘅啫喎。香港人。嗰個都係香港人啊嘛。冇錯冇錯。咁我哋使咩驚啫？仲有啊，係呢次先好笑。我話揾啲地道嘅上海嘢食下，誒不如食餃子啦。係啊係啊，冇錯。走到入嗰間鋪頭啊，拎出嚟食幾好喎！啊，我話你哋包餃子包得好好啊，啊真係好嘢喎！啊 Sir Sir， 我哋係香港灣仔碼頭嘅水餃皇后啊！走入去廚房望一望，真係一盒一盒咁等喺度啊！又會咁嘅？咁啊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唔需要驚嘅香港人。唔需要驚。是的，但我覺得咧，喺中國嚟講，上海可以講話真係音樂嘅首都嚇。哦，咁呢樣嘢你絕對冇講。好大嘅傳統嚟，因為我自己咧初初學音樂嘅時候就係聽上海曲嘅，可以講係聽上海音樂，飲佢哋嘅奶水大嘅。係啊，但係你呢樣都唔使驚翻，因為佢而家唔唱上海曲啊。唔唱上海曲唱咩啊？唱你嘅粵語難曲《上海灘》咯。真噶，阿唐哥 ，Johnny， 多謝曬你 ，thank you 啦，多謝多謝。阿志華，我真係佩服你啊！你話多謝我啊，其實我多謝你啊，真。如果呢只歌我諗唔係你葉振棠哥哥唱咧，未必咁 hit。你太客氣啦。嗱，因為咧，我比高我個大嘅，知唔知啊？我唔係，嗱，我有事實根據嘅。我咁多次聽你現場唱《忘盡心中情》。你每一次唱到個昨天嗰度咧，你作嘅咧就有少少烏熱，好似想喊又喊唔出，嗰個感情次次都咁啊！作，我成日想翻去試下學啦，作極都作唔到嘅，係你得嘅 ，Johnny 真係冇得彈。唔係你寫得好嘅啫，你寫得好咪可以作到出嚟咯。輝哥都有好大功勞，只歌真係旋律真係好好聽嘅。不過有樣嘢你又唔係啦。我寫封信俾你啫嘛，使咩調到咁周台都係啊！哎呀，朱富，你明知我啊隻眼盲盲地啊，咁你真係你愚我啫，實我啫。點會愚你咧？咁你至少拆開嚟睇下啊嘛，大哥，係嘛？你睇我知道裏邊寫乜先得㗎。咦係喎，好大隻字喎。梗係啦，雞乸咁大隻。阿爾邦托，哎睇到啦，咁大隻字。係嘛？冇理由啊，心光盲人院出嚟嗰個都睇到啦。是吧你看都不看我怕你不来嘛。怎会呢阿占你叫到我一定来的阿占啊。多谢你。嗱我来就来啊不过我觉得你今次你搞得好像悭皮一点好像啊。悭皮一点是啊。有没有搞错啊唐哥喂红馆有史来最劲的乐队、啊。咁啊是。加埋埋大大话话成八个人、啊。我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幕啊
是松管开馆以来最大的。我知道，但是这么大型的演唱会有没有理由一个 dancer 都没有，起码有个舞蹈啊，是不是？大哥啊，哪里有位跳舞啊？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喂，你都给个歌星左行右行，那个台你看小到这样了，喂，叫个 dancer 真是动笃跳啊，那时候是僵尸先生啊，啊，那个个在这里穿着清装这样了。唉，不敢，汤哥，老实实，你说要到 dancer 呢，我啊可以找个给你的。咁啊好啊，喂！不過你唔好求求其其，揾個靚妹上嚟算喎。我今日呢個咧唔係靚妹，嚇啱你嘅，配得起你有特世界冠軍人馬。真嘅？係太極嘅世界冠軍，世界武術錦標賽金牌得主李輝小姐，配你只太極張三福。好。咁咧，我入行咧，仲先过叶丽仪好多。我其实如果真系计入行，我谂即系好细个跟住人哋三尾吹下口琴嗰啲唔算数咧。真真正正喺电视度出镜咧，我第一次出镜系1962，到而家都有41年啦。咁多年，我同好多艺人合。作過有啲我係特別錫嘅，老實講，真係你叫我話完全唔偏心咩？假嘅。男仔咧，我係最錫呢個。嗰陣時喺1974嘅作過有啲我係特別錫嘅，老實講，真係你叫我話完全唔偏心咩？假嘅。男仔咧，我係最錫呢個。嗰陣時喺1974第一次同佢見面。是講合作咧，我見到佢嗰種風神俊朗嘅樣子，我就中意咗佢啊！佢就係鐘鎮濤。呢次我請佢嚟，我寫封信俾佢。我話：B哥，回想起來，我已和你認識多年，你的上半生是所有男人的夢想，可是你的下半生。卻是所有男人都不想。不過，我相信你係有實力嘅，你一定會捱得過。呢次演唱會我就唔會俾足歌酬你噶啦，係咁意咁拍下你膊頭，俾封利是仔。但係俾呢封利是，我係有心意嘅，希望藉住呢個紅包，可以將你過去唔如意嘅事。好似你嗰首好出名嘅主題曲一樣，讓一切隨風，主典情長就此收筆。請你嚟演唱會嘅時候，唔該你自備萨克斯風。咁啊，詹叔咧，頭先又整咗封信俾我嘆下，我都有風喺度。毛筆啊，勁啊！詹叔，你的上半生，凡是男人想遇到的，你全部都遇到了，好似我都係喎。但是你的下半生，所有男人的夢想，乜都俾你全部立曬了。詹叔，你好嘢！咁既然乜都俾你立曬啦，咁我就只有唱。呢一隻你當年為我寫嘅歌啦。邊個？擁抱一下，擁抱一下。非常之高興見到你別來無恙，仲頂得住，香港人嚟噶嘛？仲好靚仔，多謝多謝，真係有型啊！咁～咁 sharp 嘅，哇！我見到白衫，喂，
唔見到頭髮，從頭開始啊！唔緊要啊，好似你頭先嗰只歌咁，以前嗰啲唔好嘅嘢一切隨風嚇。唔緊要嘅，香港人其實個個人都係咁嘅。係逆境咧，幾時都會有噶。咁但係我就唔信衰運成日都跟住我啦，係咪？冇錯，咁梗會過去嘅。冇錯冇錯，我哋一定要有香港人嘅精神。冇錯冇錯，講得好好，講得好。係，即係所以有時呢個世界啊，樣樣嘢。都是整定，所以不緊要有一樣嘢咧，就要真係盡量避避之則吉，可避則避，就是、風流債。呢、這個你唔係講我啊，講你自己咋嘛？我還好喎。係，我仲得唔得啊？咁俾面，阿叔唔得好耐啦喎，已經。唔係得，九龍城但牛鞭都補唔翻噶啦。得嘅，得嘅，邊個唔知阿叔你老而嚟堅啊？心想事成啊，想有就有啊。你千祈唔好亂講呢句説話。我在電視嗰度聽過第一次講啲咩老而離堅啊，有心有力咧，就話長嫂描寫阿長哥嘅。哦，全香港人都聽過啊呢句説話，但係冇幾耐阿長哥就，所以呢句説話千祈唔好亂講嚇嚇。其實我覺得咧，香港人咧一個就似鐘鎮濤一樣咧，就要有啲偉哥精神。隨時企得起身嘅，嗰啲叫偉哥精神，係咪啊？冇錯，好咁啊！多謝曬詹叔，有一樣嘢我可唔可以申請啊？詹叔點樣申請啊？申請唱多隻啊，得唔得啊？哇喂，你難得啊嘛！咁而家啱呢個時間慶祝一週年噶嘛？觀眾中唔中意啊？哦，觀眾中意，喂，咁唱咩歌？唱咩歌？你唱幾隻我的歌啦？我仲有啊？梗係你嘅歌啦，仲有啊？有唱咩啊？問下你咯。問我？哦，問我啊 ，Romy。多謝曬 Kenny。跟住來呢位嘉賓咧，我都寫咗封信俾佢嘅。我先不說他的抬頭、啊、你看看估不估到他是哪位。我說你做節目是收視冠軍，做司儀是人都知道你是 number one， 做劇集呢就套套都深入民心。今晚阿叔開 concert 請你幫阿拖，那呢就一定的掌聲爆燈。你估系边个啊？郑若长出咗嚟啊！多谢你 Dodo， 唔好唔客气，非常之荣幸。唔系唔系啊！我哋好耐冇合作做节目啦，系 啊，非常之多谢你。所以你今日邀请我，一定嚟。老老实实，嗯，电视节目咧，讲做电视节目我都沙尘噶。我眼中不是看得起很多人，是不是啊？你 Dodo 鄭裕玲不嬲都佩服。不過大家不知道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咧，當其時咧，話講緊廿幾年前啦嚇，喺街市訓練班有一個電視台叫街藝電視嘅，咁啊我咧就係、是、其中嘅訓練班一個學員，咁樣詹叔咧就係、是、教我哋司儀嘅導師嚟嘅。所以你是我老師嚟嘅，所以你今次叫我做嘉賓幾大都一定要嚟啦。好多個人一起上堂，點解係得你得啊姐？即係你真係得啊嘛！老老實實，人人都做劇集，有邊個劇集會四十九點咁多噶？係得你鄭裕玲小姐啫。唔係。Thank you, Miss Mo 男親女愛到而家個 record 都 keep 住嘅喎。咁一點咧，一點啊收視點就63,000，咁你醒成300多萬，成半個香港望實你嘅 Dodo 啦。咁嗰陣時真係幾 proud 㗎，係咁但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，係個劇本又寫得好啦，咁其他演員又做得好啦。個個都做得好，個個都好，但係又唔見阿黃子華第二個劇。會有49點。佢你講咩話？四咩？四十九。跟住嚟要同各位介紹嘅下一位嘉賓咧，你如果街嗰度撞到佢咧，你就覺得佢都係個普通人嚟嘅啫。其實佢絕對唔係一個普通人，因為佢比普通人咧
仲爭幾寸，絕對冇啊周潤發咁高大有型嘅。不過到周潤發冇電視劇拍嘅時候，佢都仲喺度拍緊電視劇，所以你要佩服佢啊！如果唔係因為佢哋嘅眼啊咁深入民心咧，我諗啊林憶蓮有排都未紅。全香港有一位藝壇嘅女後出名難追噶啦，冇人敢埋身嘅，埋咗身佢都一腳踢開，哈！俾佢喺沙田踩下踩下單車咁就戒咗啦。呢位仁兄絕不普通，雷鋒，你好，你好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你好，你好，偶像，點啊？你係偶像，我係偶像，偶像啊，係我有啲感觸，因為你唱普通人嘅時候，我哋一齊去參加東京音樂節，係啊，嚇，好多年啦，好多年啊，好多年，但係你咁耐，嗰把高音都仲一樣係咁靈咁靚，少少啦。我有一樣嘢想問你好耐，出邊人咧就周圍對你好多傳聞嘅，係有人話你做過地盤啊，究竟係我做過㗎？你真係做過啊？係啊，因為香港都係我搭下搭下咁搭出嚟㗎嘛。呢度係咪搭下搭出嚟啊？呢度我搭好少啫，呢度好少嚟搭呢度。係嘛？其實唔係，其實我好普通嘅啫，我真係好普通人嚟嘅，但係我未做過地盤。未做過地盤，但係我覺得即係我係一個普通人。香港咧其實已經很好好㗎啦。你諗下，18年前香港都係一個冇人識嘅地方，而家變咗東方之珠，哇，幾威，係咪？我哋應該歌頌香港先係㗎嘛。咁啊係，即係證明有實力嘅嚇、就掂㗎啦嚇。唔一定嘅，唔一定嘅。好似你咁，即係有實力好掂㗎啦。唔係㗎，唔一定㗎。所以我最近我好開心，一聽見話你出唱片啊，我就好 happy。老實講，阿叔咧好耐冇出錢去買唱片㗎啦。我送你一出。我唔使你送，我一定買。我你買我請你食飯。送嗰啲叫打秋風貪便宜攞隻數，係咯嚇。所以你如果肯出唱片，我肯出錢買十隻分贈親友，好唔好？好，李芳，好啊，唔該曬啊。係真係，即係起碼銷售量有十隻，而且絕對唔係，絕對唔係因為夜總會嗰啲捧出嚟嘅。好嘛 ，OK， 放心啊！今日咧，本來咧就你下一隻歌嗰個作曲家話嚟嘅，話嚟聽你，李海英先生。但係最近佢又接咗好多 job 喺北京行唔到落嚟，呢、這個我老友嚟㗎。我知。嚇、我同佢好欣賞你㗎。哦，多謝。喂，唔該曬。而家全中國寫歌至貴係佢㗎啦，李海英先生。係啊，彎彎的月亮。現在你不唱不得了，好，一定唱，他不來你都要唱啊。好 OK， 好好好好啊，那你很喜歡吃的嗎？我不喜歡吃的，如果不是我怎麼會這樣呢？那就是沒什麼吃的，真的都沒有光顧那些修身堂。是啊，自己修身的，自己修身好東西。你不喜歡吃東西嗎？我發覺年紀漸長，不能吃那麼多東西。阿叔，你發了福很多，你知道嗎？我係、我講俾你聽，凡有我哋呢啲咁嘅病嘅咧，多數係瘦嘅。如果係肥，即係話你冇事咁解喎。哦，係啊。哇，係喎，真係喎，身體冇事啊嘛。係冇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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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萬難非常之好，多謝多謝關注。戒咗煙未啊？你戒咗啦，姐。你有冇靜靜雞食啊？冇。嗱，你都即刻唔望住我啦。係，好似人哋話。冇，真係冇食煙，真係冇啦，冇食煙，冇食煙。咁啊，講起食咧，嗱，我係做過啲 survey 啦，咁啊，咁而家咧，其實香港咧食嘢咧，不嬲都係平靚正噶啦，但係咧，唔係喎，如果平靚正嗰陣時，點解咁多人去北上啫？唔係啊，而家香港真係好平噶，係咩？半島酒店咧，六星級酒店咧，而家做緊75折啦 ，you know？ 嚇，係啊，半島都75折啊，係啊，陰公。不是因為他75周年紀念咩？啊，幾好啊！呢條橋又係咪？係咯，嚇，好嘢喎！嚇，75折啊！75折啊，從來未試過嘅。嚇！咁另外咧，響淺水灣啦、南區啦，又有一間日本餐廳好出名嘅 ，Shabu Shabu， 99蚊 ，All you can eat， 你應該帶埋老婆。係淺水灣得一間日本嘢，好貴嗰間嘢。99蚊啫，而家。哇！聽日就去，不過我戒咗牛肉啊，因為。明白明白，真係。咁你中唔中意食燕窩？
燕窩唔食得噶，唔食得噶，系啊，哦，系啊，呢種係唔應該食燕窩。咁啊，蝸牛食唔食得？蝸牛啊，中意啊，系啊，tiramisu 啦，哇，喺邊度啊？田螺啦，又點啊平法？旺角奶酪神街、燈打士街嗰頭，唔係啊嘛，旺角$20咋？旺角燈打士街有法國蝸牛，係啊係啊，同埋 tiramisu 食啊，你可以動起只腳食添噶。哇，咁勁啊！哇，咁嗰啲法國佬咪睇到眼都擎。如果嚟到香港，你話香港幾好啊？咩都有，真係好，真係好，真係。咁你冇理由淨係中意香港嘅食嘅啫 ，Dodo 嚇。香港有好多太多嘢好好咯，咁即係數幾樣聽下。好，咁香港咧有一本咧好具權威性嘅美國嘅雜誌咧，就評香港咧連續第九年嘅啦，就係、是、最自由嘅經濟體系嘅地方，亦都係咧最多旅遊啊遊客中意嚟。visit 嘅地方，講到高樓大廈咧，全世界15座摩天大廈當中咧，有4棟咧香港有份嘅。每100人咧有64個人咧就有手提電話，即係64%啦。咁我哋嘅電信通訊網絡咧，亦都係全世界最頻密嘅之一。我哋嘅貨櫃碼頭，我哋嘅機場咧，那個貨運量咧係全世界第一。我哋嘅機場咧連續3年咧就係全世界最傑出嘅。國泰航空公司咧被評為咧全亞洲咧最佳嘅。航空公司，另外咧要上火星咧，嗰样叫做岩心取氧器咧，亦都系我哋香港人发明嘅。咁你话香港几好？可以一口气讲出香港咁多好嘢嘅，我谂除咗郑裕玲都冇咗边个啦。系有好多人，系阿叔你教我嘅。我仲有一样想讲嘅，香港系全世界系得香港有我哋郑裕玲。只係咁樣啊！我哋就咩都唔使驚啦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多謝你 ，Dodo。Thank you。多謝各位觀眾。多謝曬 Dodo。Thank you。多謝你。嗱，而家咧就正正式式、真真正正介紹下我哋呢個一流水準嘅中樂團啊！我頭先已經話佢係全世界第一㗎啦。佢第一嘅原因咧，除咗係我剛才講過很多樂器好啊、指揮好之外呢，它其實是全中國最多最多明星的樂團。因為呢，我只是讀他們那些星部的部長，你個個都聽過名字了。拉弦部呢就是王安元，好厲害啊，安元的二胡。敲擊部呢就是嚴學敏，天下第一鼓。琵琶呢，王靖小姐。你聽王飛鴻的配樂裏面的十面埋伏就是王靖彈的了。另外吹的有孫永志先生，孫先生。那麼除了這4位各部的部長之外，那些首席都不得了的。所立首席是郭雅致先生，古箏的有蔡雅詩小姐，二胡和高胡的首席呢有一對又漂亮又彈得好的姊妹花，新氏姊妹花，新小紅小姐和新小玲小姐，一個是二胡首席，一個是高胡首席。那呢，除了他們這些是首席之外呢，譬如好像譚寶石那些笛，剛才你聽王俊心中情的洞箫好到不得了，我們錄音成日找他的。還有這個郭繼力，王飛鴻男兒當之強、就是那個所立就是他吹的了。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之多明星的樂團，所以想不好都很艱難。那呢，一陣間咧，我就想佢哋再 show 一次 quality， 彈一隻好精彩、好精彩嘅歌俾各位聽。但係嚴大師咧就話要你哋合作，一齊參與佢哋嘅演奏。你喺睇住阿嚴生一指嘅時候，你就咁樣嗌，好唔好啊？好過癮噶！昨晚那些觀眾嗨到不得了，就是因為這樣啊，這完全是快樂的呼聲來的。現在試一次先好不好？喂，什麼反應遲鈍的？我指不得呢，嚴生你試試先，嚴生你跟他們試一下那一下，看著嚴生。
啊，是不是过瘾啊？嗱，一阵间嗌大声啲，吓，仲有啊，你嗌完乌鸦觉得好兴奋，需要有啲补药咧，你千祈唔好掟嗰个今晚嗰张戏嗰张飞，你拿住个飞尾可以去呢个健儿房买学者灵芝有 Jackson， 啊，连飞尾，连飞尾都，我发觉咧，其实啊，今晚最有艺术品味就系你哋，你识嚟睇啊嘛。哇！真有藝術品味啊！係，我要介紹呢個三位姓鄭，三位姓葉，兩個温雅之中，佢係冇份嘅。不過佢係最後生嗰個，鄭中基，我嘅細侄。有請中基。Hello， 你好。阿招叔你好。中基，其實你點會入咗呢行嘅咧？我入呢行啊，其實我入呢行我唔係諗住做歌手嘅，我本來係諗住做監製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我即係細個有機會喺錄音室度打滾啦。係。咁我就見到因為啲歌手咧，個個哇就喺電視先見到嘅，嚇聽心機先聽到嘅，永遠真人就見唔到。哇，個個都好想做噶啦，梗係。但係我又見到另外一面啊，就係啲監製係可以唔止見到啲歌手，係可以丙啲歌手嘅。是直情鬧的，那我覺得哇，唉，那我寧願做鬧人那個好過被人鬧啦。那後來為什麼又做了歌星呢？那我想想下，沒人肯給你丙。不是，那我想想下其實都對的，因為為什麼我會唱歌呢？我唱歌其實是做和音先，是的，唱一唱和音，想想下對的。那如果我做監製，我都要知道歌手站在台上有什麼壓力啊，唱什麼歌對的那把聲音，就是自己做先，那我將來丙他們，他們沒得還拖嘛，你明白嗎？有沒有喜歡歌星啊？許冠傑。哇！你中意阿 Sam 許冠傑，點解中意阿 Sam 咧？因為即係知道佢係第一個帶，即係唔係帶，即係推起咗呢個粵語流行曲潮流嘅人。係。咁啲歌又係佢自己寫嘅。係。啲詞又自己填嘅，又自己唱，又自己監製。咁啊除咗呢樣嘢，佢自己拍戲又好多好多好戲俾大家睇，又好笑好開心嘅。你真係好中意阿 Sam 㗎？中意㗎，中意㗎。咁唱翻兩嘴阿 Sam 嘅歌嚟聽下先。好啊。好聲。好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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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啊嚇你，翻嚟你小心，小心，好小心，唔好再蹬啦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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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好嚇死我啊你，因為我今日個高踭鞋好高，你知唔知？你係我最錫嘅女歌星，多謝，我唔容許你喺嗰啲窿窿罅罅嗰度有任何嘅。你又叻啊！企出邊擺我喺中間喺度。咁你唱啊嘛！我喺出邊唱喎、啊。咁我嚇啊！我幾驚！哇！今晚你唔好唱《男兒當自強》啊！唉、哎，我驚有窿嘅地方。男兒當自強喺屋企睇緊電視啊！係嘛？佢真係冇曬嘢。你都冇請佢。嗱，講起上嚟，我咧係特別錫呢個女仔嘅、啊。所有女歌星係最錫佢噶啦，佢靚。仲有好多靚過佢嘅，有好多係嘛？林青霞靚佢少少啊，不過冇錫佢啊，係嘛？你有冇聽過林青霞寫歌啊？唱歌啊？啊，有啊！我寫過歌俾林青霞唱㗎。佢出過碟啊，真係。係啊，出過碟㗎，喺台灣賣成80,000隻啊。係啊，好勁、啊。完全係因為佢美貌，唔係因為佢個歌喉啊。係啊，佢好靚啊。係啊，係啊。我都欣賞佢。咁嚇，但係。我點解會錫你呢？咁你都係好靚，咁大把美女啊！呢個世界，冇所謂。因為呢個美女好抵得諗嘅。我哋當時寫《晚風》咧，就係、是、咁樣，喺一個好傻嘅晚上，大家唔知係咪飲醉咗酒。咁啊兩點鐘嘅時候咧，我哋打電話俾一個傻佬叫徐克，咁佢就嚟咗我屋企，咁啊喂，嗱，你叫我寫，我而家寫咗幾個旋律俾你揀。咁佢話：哇，有得揀㗎！咁就兩點鐘朝頭早喎，嚟到我屋企，揀到四點鐘，就於是咧大致揀曬，揀掂啦，逐句揀啦。咁又你知啊，我唔識彈琴噶嘛，咁我不如揾個人嚟彈琴啦。咁喺朝頭早四點鐘可以隨時 call 到嚟我屋企嘅咧，只有另外一個傻佬好朋友，就係 Romy Diaz 啦。啊 ，Romy。佢仲喺度做緊嘢喎，仲喺度錄緊音、編緊譜喎。我話 Can you drop everything and come？ 佢真係嚟喎，你話係咪黐線嘅咧？嚇、啊！
邊有人咁啊？佢真係嚟喎，哇！好朋友到咁樣，咁啊嚟到咁啊彈啦，咁啊彈得好過癮啊！咁於是咧就到六點啦，喂，彈都唔得喎，揾個人唱下先得喎。咁我話喂，上一支你諗住你有邊個女主角啊？咁啊有呢個葉小姐，好啊 ，Sally 喺度拍緊戲啊，喺 Sheraton 住。咁我哋咧就一架車就過咗去 Sheraton， 啱啱開門個 coffee shop。就喺 coffee shop 度打電話俾佢，喂，你肯唔肯嚟試唱只歌啊？呢位小姐原來五點半先至啱啱收工，正話落床，你眯埋眼，我哋嘅電話就到，佢又真係肯嚟，所以只歌全部嗰啲傻佬黐線嘅人搞埋一齊，咁啊大家志同道合，所以咁錫你。多謝曬，多謝你，我都錫你。係啊。我不敢啊！而家你嫁咗，我不敢咁早叫你。多謝，可以嘅。如果你寫咁靚嘅歌，冇問題。第二啲就唔得噶啦。嚇！喂，我哋唔好講咁多嘢，你快啲唱歌先啦。Hello， 小心啊嚇！我同你嘅觀眾打個 Hello， 我係 Sally。係葉倩文小姐。多謝曬。你喺邊度嚟啊？非常之漂亮，唱得。有一樣嘢。我想趁呢個機會同大家講嘅，就係、是、晚風微微嗰、那個啊啊得好好聽嗰個咧，嗰其實係葉倩文寫嘅旋律嚟㗎。你又講呢句，琴晚已經講咗。晚晚差唔多，你想我？我呢一生一世就寫咗咁一橛仔，你又話俾人哋聽？但係好，你寫咁多歌，我都未寫到一橛仔。但係好好聽啊嘛！多謝。我都唔識學。哎呀，好易氹你嘅心啊，啲女仔。嚇！好易氹你嘅心啊，啲女仔。我哋有一隻好特別嘅歌，我同阿輝哥合作咗咁多年，係唯一一次試過咁樣寫嘅方法，就有啲似中國人寫詩嗰種聯句，係我寫一段，然後阿輝哥再寫一段嘅，呢就係焚心以火。個個人都唔揾，淨係揾我哋葉倩文小姐唱。多謝你。而嗰套戲同佢係完全冇關係嘅，嗰套戲係巩俐噶嘛。有個靚女做嘅，所以我好開心唱，因為我好中意巩俐。多謝。焚心以火，葉倩文 Sally。非常多謝。到呢度咧，我哋今晚嘅演唱會咧，差唔多接近尾聲啦。非常多謝我哋嘅 sponsor， 學者靈芝。有請咁多位歌星一齊出嚟，同我哋唱呢隻都算係今晚主題嘅歌，因為淨係開頭嗰陣時候，我哋聽過香港中樂團為各位演奏過《獅子山下》，好唔好啊？喺呢次 ，Romy， 大家一齊唱好唔好啊？如果你記得啲字嘅話～